哎，这个榴莲本来就臭，但是今天又酸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吃的猪蹄也臭了，全部臭了。我这个生日过得太难忘了，全部都臭了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什么？吃猪蹄。臭了。没有吧？看看今天温暖给美丽做什么？今天美丽生日，做什么？炖猪蹄。这猪蹄已经臭了，我臭没事，交给我，交给大厨啊。这个臭了，看看温暖能不能把它弄好吃一点。你看，今天早上买的，隔了木买上来的，可能就是车里面温度有点高了，捂着了。但是真的很臭，每次吃鸡臭了，吃猪蹄又臭了，哎呀，那太难了。温暖有了这个大锅，有这个煤气灶，这个才是。大厨，这是应有的，这是109青藏线上面移动的厨房。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帐篷啊，30米的防雨布啊，这个是3米高，2米乘以2米的，这是自制的。哇，看看我们什么肉，猪蹄，然后两只鸡，两只鸭，然后泡椒鸡脚，然后牛肉，还有这个明天包饺子的。然后还有榴莲千层蛋糕，美丽过生日。这臭了怎么办？这个臭了，先给平安吃一下，看他吃不吃。多加醋煮一会儿。他真的不吃，上次那个臭鸡给他吃，他也不吃。平安吃不吃？你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加醋煮一会儿呀。哎，平安不吃。这是猪蹄，猪蹄子。平安呢？咋猪蹄子都不吃了呀？你这娃怎么这么挑食呀？你就吃牛肉是不是？这是猪蹄。看嘛，太臭了，有点味，吃了都给按着嘴巴都吐出来了，过分了你，还是吃不吃不吃，不要出来了，不要放到我盆子里面。你看我去腥用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料酒、醋、生姜，还有橘子皮，橘子皮，就把这个臭猪蹄儿对弄得快没有味道了。对，过会儿再给平安吃一个，洗了两遍，平安还不吃。然后现在是爆炒红烧猪蹄儿，这个明天拿来卤猪蹄儿，有温暖在，现在不是我享受都不行。温暖眼腌鸡，这个鸡，我这腌的鸡哈，绝对不会臭的哈，兄弟们。每天腌鸡就臭了，啊，之前每天腌的鸡腌臭了。你放在桶里腌几天肯定不会啊，我那天腌了就挂起来的。还有两只鸭子，鸭子，这个好像小丑的帽子。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哎呀，好丑好丑好丑，不丑不丑，丑丑丑丑，哇，现在我脸更圆了。早上好了，快到了还是快到了？视频这边都有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12点，还没有，还有2分钟，还有11分钟，啊，一起唱吧！唱，我人呢？人呢？六个人。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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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愿，许许愿，许愿了，现在12点了，可以吹蜡烛了不？许好愿就可以吹蜡烛了。呜，生日快乐！吃蛋糕了。哟哈哈，这是个榴莲蛋糕。臭了。哎，这个榴莲本来就臭，但是今天又酸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吃的猪蹄也臭了。全部臭了，我这个生日过得太难忘了，全部都臭了。我们这个猪蹄儿12点半才出来，带了一点金针菇，看金针菇和粉条。嗯，美丽这个生日吃的这个猪蹄也是臭的，那个蛋糕也是臭的。本来这个猪蹄啊，本来捂坏了，但是经过温暖这么又放醋啊，又放什么姜啊。啊，又放那个。之前买的猪蹄儿。嗯。一点都不臭。嗯，好吃。这个饭呀，12点多才吃上啊。给我手机来。好，终于有个不是很臭的东西了。
现在是在109国道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，我们居然有蛋糕吃。哦，美丽过生日，祝美丽生日快乐。这次过生日温暖陪我，上次三月份温暖生日我陪他来啊，好幸福，过得生日与众不同，特别难忘。嗯，对，我们就找了一块空地，时常流连千层。他们今天都拉肚子了，不知道是吃了那个酸了的蛋糕，还是吃了臭了的猪蹄，反正都拉肚子了。但是我的肠胃太好了，温暖，他们都拉肚子，我的肠胃很好，不会拉。